接着我们要玩守护天使游戏。守护天使来自于意大利语，是神秘朋友的意思。秘密朋友，例如如果我成了小咖的守护天使，就要在小咖不知道的前提下偷偷帮他，但是绝对不能被发现哦。一天我们会给自己的守护天使打分，最后一名的守护天使会受到不关心朋友的惩罚。惩罚？老师，什么惩罚啊？这是秘密。来吧，我们来抽签决定守护天使吧。要是琪琪或者是丽雅老师，猴子王，明天大家要给自己的秘密朋友写守护天使之信，知道了吗？那明天见。最棒的配合度，无懈可击。
什么去医院？自己一个人把披萨吃完。什么？这么大的披萨自己一个人吃完了？这个蠢货贪心鬼，我现在就过去。看，我就说太淡了吧。我不管，是你们俩做的，你们俩负责。你说什么？刚还在炫耀什么最棒的配合度，你们快点送我去医院。现在没事儿了，那就好。但是他又说守护天使给他那么大的披萨，让他吃坏肚子，不会放过守护天使的。他自己吃那么多，为什么怪别人？包子王本来就这样，现在怎么办呢？送他什么礼物才会开心呢？小克，我觉得不要给他礼物或者心，我们帮包子王做他喜欢的怎么样？这才是真正的朋友啊！这主意不错。马上开始吧。什么？包子王喜欢的，你这个朋友不知道吗？这个，这么说来，我还真不知道他喜欢什么。这样的话，别担心，我已经查过了。包子王最喜欢看星星和 UFO。包子王吗？